两人一直跟你大大同生就是啊大生就是大的了哦两人一天了哦大中不中你就没有了你还有了你还是不是有了所以你还在干预的你马东的你的魔的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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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야변이제레스는좀콜라로지이런거요래제레이나와되나탑진지체보되나피디니와다상속세지는거니리도우거니그래서오니가그들이이제는평면동호사만생기는거니생겨라고해서탑진지체보도우는실업동반이되나들이내가지금양속은오후까지세번내려고쳤더라그래세번내려고내가지이는말을랑을한시토로가들이아타마도똑바니닌가리들이지세번한시게되와죽고되와세번한시게들이썩똥남카타를차나홍어내똥들이썩똥들이썩똥저를매겨도또얼마인데所以你搞完这个事情，你养成养不了的。我那的呢，他他活法的，你是哪方的？肉他他那个他皮那个的呢？这个医生那边有些动作多吧？啊，人肉他也也也没什么说的，这种也没什么，啥东也没什么的，别个准备的物件的，你说你那些去他的，你没得弄的，这。动作啊，老人家一生都一些动作啊，他上海人嘛也是。接下来讲到说，若未掌握，若未掌理，机不变王位，无法聚集空行母眷众，故请勤修官身为本尊。当然一方面来讲，这是指外在的升起次第的。重要性要观自己的运处界等的身体构造构成都是清净本尊的自信他的意思是说假使不能够现起身为本尊的见的话那么自利跟他利都将无法成就就像是那个种子你不去培养它它最终就浪费掉了一样当我们讲说观身为本尊的时候实际上只是指外在的身起次第而已就是身为本尊的身起次第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讲的更深层一点的话真正的内在的意义呢就要按照上周讲到恒河大手印的时候所讲的恒时都要了知方便跟智慧是双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本尊法门当中都有佛父跟佛母的这个和合的相我们要晓得密法里面特别重视的就是三件事情表示象征和意义表示象征跟意义体现的就是要体现方便跟智慧双运透过方便跟智慧获得无二智的道理举一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看到佛父跟佛母的相拥的和合相时他的外在的表现是一个男性跟女性的拥抱看起来是两性之间的一种美好的感受是一种乐受但是这个乐受要提醒我们的象征是什么它提醒我们的象征是所谓的乐本身是显空双运的显现的同时它的本性是空的它的本性就是悲空双就是智悲双运的所谓的方便是什么方便就是指大悲心悲心指的是智慧呢则是指对空性的了悟大悲心跟对空性的了悟恒时都是并行不悖都是一体两面的这个就是方便跟智慧双运这个就是真正的佛父跟佛母当我们拥有智慧的时候就会晓得原来自己还有相对于自己的其他的众生其他的法
都没有真实的自性格成，这个是智慧的层面。透过方便大悲，我们可以晓得一切的问题来自于对于真相的不了解，所以产生贪嗔。轮回的众生因为贪嗔的缘故，所以不断的循环，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在轮回当中受苦。如果我们能够在世俗当中彼此慈爱，彼此保持慈悲心，用菩提心看待对方，能够对众生产生利他的想法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具足了方便大悲。在方便大悲的前提之下，我们最终就能够通达原来一切法最终都是般若，都是空的，都是性空的。这样子的一切法都是性空的智慧，要由方便的大悲而来，它不是透过其他力量能够促成的，而是本觉自己能够了证的，它是就是所谓的自然的大乐，法身的大乐。这样子的法身大乐，我们在体认上有不同的层次。首先了知一切显跟空都是双运的，还有乐跟空是双运的，还有明跟空是双运的，乃至于觉性跟空也是双运的。要如何了知这一切呢？要透过对于方便跟大悲方便大悲的熏修，最终才能够晓得原来轮回的一切世俗相对的相，最终也是无二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观本尊佛父佛母的道理。本尊佛父佛母就是在在的提醒我们，显空不二，乐空不二，明空不二，一切都是无二智的展现。这个就是内在的本尊法门所要谈的真正的道理，也就是要透过表象，透过表示象征，跟它象征所诠释的意义，来获得正确的认识。这个是我们在修持本尊法的时候所需要把握的关键。当我一日打破这个局，我说圣女王啊，那个女王啊是这个的，圣女王啊是啷个？啥子是把沙茶雀竹梅乌龙女王啊？女王啊是勇啊是啷个？满人女魔王啊是蓬蓬啊是啷个？这这啥子话？这羊啊是啷个？羊啊是啷个？啷个叫两个啷个？一日打破这个局。人就没家啥的，这里打破这个，你们啊，上完一心啊，这是我他们这个以后的，这个上周村的这里一心啊，差不多的，上周村的嘛，当地的人，你们啊是多少，他差不多有的，出来讨论这个，这国外的这个，这上周村的这个种的呢，这个让人给忙不起了，我说嘛的。이사조진데이거좀따라가는게고민내려고그러나가야되지라고딱도괜찮지나도서다세는오나도들때만지고고고속도딱말해보여래내가뛰는데니차도어때요내가뛰는시간때요래이아대화감사라뛰는게아이런거고요래뛰는척도이런거요래깜내요거요래내가이제사조진뛰는오当我上中山去过去，上中山去一米几的陪过去，坐地上没踩着了，中国的人就不查过的，哦，没了踩到就不查过去，中国的人就不查过，那上中山过去，过过来什么大地里地里的百姓出来了，那中国的，这里地里地里，大人那个，这里地方娘子就搞起来，这里大的那个。当不得当，这个是当，这个是当的。你前面那路啥叫前不当？那路忘了。你前面你是没本事的，那你没意识的呢。那路那不从前看了，他走不掉的了。这搞了几年了，这他走不掉的了。这打不通了，那也会有的。这我妈现在这养好了吃，然后的，这是今天这是哪方的？偏营养，这啥营养？我个懂，这打不了。所以我们这一段在谈的基本上就是禅修本尊法门的意义，还有它的功德利益。当然在座的诸位，有些人也许能够领会的过来，有些人也许无法，但是这也不要紧。我们从根本上来做整理的话，所谓的基就是心的本性是清净的，但是它展现会有不同的面相。从外在的面相来说，五大种
地水火风空是外在的世界的组成，乃至于我们身体的组成也是由地水火风空而组成的，所以我们称它是外在的面相。比方说我们的身体，地大种的层面要构成了我们的肉，水大种构成了我们的血液，火大种构成了我们的体温，风大种构成了我们的风息气息，然后呢空大种构成了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是与五大种相关的。而五大种的清净层面是什么？五大种清净层面就是五方佛的佛母啊，他的清净自信就是佛母。再来他的再来讲到内在的层面，内在层面是指我们的心有贪嗔痴傲慢跟嫉妒等的五种烦恼。五种烦恼的本来清净自信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清净五蕴的自信。清净五蕴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五方佛的佛父。这个是从内在来说的。外在的五大种，内在的五毒烦恼跟秘密层次的五种本然智慧彼此关联是极其密切的，端看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你从菩提心出发，那么你就能够见到外在五大种就是佛父，就是佛母。然后呢，内心的烦恼分别就是五种本来的智慧。可是如果你以我执心去看它的话，那么五毒烦恼就仅仅是五毒烦恼，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跟水跟冰的关系一样，端看你怎么样去看待。再来呢，如果你有坚固的菩提心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对于这繁复的理论懂得太多，你只要懂得去守护菩提心，那也就足够了。比方说朋友跟朋友之间在人际关系相处上，如果你只是想着永远都是自己，永远都是自己跟朋友如何如何如何，全部的环绕观点的中心都是自己的话，那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就是缺乏菩提心的弊端，因为你一直想到自己，所以呢你会产生嫉妒心，你会产生嗔心。相反的你就会而且呢进一步的，你会因为追求自我的快乐，最终导致痛苦，导致跟他人的纠纷。那如果你懂得菩提心的话，那么你就会晓得说，我应该要帮助其他人，我应该要饶益其他众生，不管对方是男性友人也好，女性友人也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不应该只是想着自我，不要永远都环绕着自我，那么你的所作所为自然的就会导向六度波罗蜜多。这个就是真正在实践善法，是实践以六度为核心的善法。透过六度的熏修，逐渐的你才会从乐跟空两者的般若心去着手，再进一步的会晓得原来明跟空是般若的，原来觉性跟空是般若的，最终就晓得原来心的实相就是真正的无二智。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才能够真正的自他而立，这个就是修本尊瑜伽的功德利益。如果与此相反的话，就是总是抓着自己，总是抓着我执，那就只有走轮回的路了。这里提到了一点，本来上海一张的拉萨瓦达巴蒂玛是人说，那么萨瓦的我们搞这个的太过激了，过激差了不少了。这里那么萨瓦说在达瓜提玛里面，但这个还讲偏多了。我说那不可能，那多这里国外人这边自己忙跟临时的那多都才把钱就回来了。把车拆拆完就回屋里边了，我们这把打算去呢，给我给用过的，那个打算去呢，我们过来给，所以他们没去用过，再等拆完，结果这把拆有了，我有的，这位这个你不了，这里拆打八锤八锤，这里估计拆了那帮他说的，再等这里边呢，怕谁说这里热，再拿什么当这东西呢？为了啥子叫做我的你们发展的什么的就你把这些现在你不理解现在你不理解我的还到这里打发他是一点这他们就得着了那么多忙了这打发那么多的了怕他们这个怕怕不怕打着我的为了怕谁冲你们说打着我的一些嘛你们打着我的这到底他也觉得我还想骗你我的还是得那么多的那么多的这里那么多没办法我们这头就看不到的可是那么多没有时间都不会呢然后这里刚才有的是来接人打八十八次
내가 다리를 확 봐야지, 싸워야지, 라이프라는 셈을 들으니, 这前半天两个字，啥子了？新北一些啦，大马蹄吧，这个土鸡的那个，一起去的吧，这个土鸡的啥子的那个，捉这种这个捉到了，啥子三七二十八长，你这个大一些的吧，兄弟，啊，反正一趟就没抢够，哪怕马上来了的。 拉克斯那边就把车给要的，对，对嘛的，这里的前面一些这个土鸡，啥子个地方有的，我都到这个地方去评估的，前面一些，啥个就起码他就是啥，他就让这个什么种的有的，这搞的有的，一直就没啥子好看用嘛的，他当你自己的嘛，拉巴这个怎么就叫差的有的。 所以你这个啥芝麻糖，那些人我就把那个娘的要的，对不对？这里也得拿到你们家，工作人员嘛，这个要的，嗯，我就常见拿到娘的，嗯，你就把那些什么的，这个的，嗯，那人们全部平心了的，芝麻糖的娘的要的，啥，这个的一起的了的，嗯，一起吃的把糖，啊，这里拿着的把哈子， 在密宗的本尊天的瑜伽观修方面，身起持地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明观身相，第二个是意念清净，第三个是佛曼坚固。所谓的明观身相是指。 对于佛身的种种细节、外向的表征，都能够清清楚楚的观想，这个叫明观身相。再来呢是意念清净，在意念清净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三时的轮回习气，那个概念是非常固着的、非常强烈，因为那个习气是非常隐微的，我们不能够不容易察觉。比方说，当你看到了一场精彩好戏的时候，你会乐不可支。 当你看到了苦难的时候，你会心里会纠结，那个实际上都是一种隐微的习气，对于轮回的一种细微的习气纠结情节在里面。那如何对治这样子的习气呢？就是要运用本尊禅修当中的意念清净，就是刚刚所讲的，表象象征跟意义的这些意义，这些道理来通达意念清净。 你要去思维四无量心、六度婆罗蜜多的道理，这个就叫做意念清净。比方说，观本尊的时候，为什么本尊有六臂呢？本尊的六臂就代表了布施在内的六度婆罗蜜多。你当你看到六度的时候，就应该提起它的清净的道理，就它所象征的就是六度婆罗蜜多。如此一来，你修本尊就能够切中要领，不断的净化你的分别妄念。 你就能够真正从六种主要的分别妄念，或者我们常说的五毒烦恼当中获得解脱，否则的话，一味的追求没有妄念的境界，那是非常不切实际也非常困难的事情。假使你真正有非常稳定的止的功夫，让妄念能够停歇的话，那下一步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做意念清净，就是要观。 清净的本尊，它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你需要有这样的意念清净的。<咳>我们要晓得，所有的本尊都有两个面向：智慧，还有大爱。对于本尊的智慧跟大爱这两件事情，我们要产生由衷的信解，这个就是意念清净。所有的本尊都有悲心，这样子的悲心对我来说，都是就像是朋友一样，它能够长养我自己内心的慈爱心。 如此，我们就对本尊的功德产生了真正的信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真正的信解的话，那能不能够观想清楚本尊的身相就不要紧了。即使你不能够清楚的观想本尊的身相，但是你对本尊的智慧跟他的强大的慈爱心，对他的悲心是有信心的，那么你就真正能够得到本尊的加持。本尊都有两个功德，一个是智慧的功德，一个是。 悲心的功德，智慧的功德是能够遍于一切事物，了知一切事物的本性的功德。再来呢，悲心的功德是他对于一切
都拥有广大的慈爱心。我们如果能够提起正念去体悟本尊的心是慈爱，这样的慈爱就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修持。因为所有的众生内心本性都是如来藏，如来藏心遍一切众生处，所以我们的心也跟佛的心是一样的，本来就具有慈爱心，本来具有大悲心。只要你能够懂得提起正念，意念清净的话，就能够展露这样子的佛心的功德。就像是普贤王如来祈愿文里面所说的，自他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如果你能够放下自他的分别的话，那么那样子的纯粹的心就等同于我普贤王如来。在这样子的慈爱心的在这样的意念清净的禅修之下，进一步的你也会能够体会到第三个佛曼坚固，就是自心即佛，心的本性就是普贤王如来的道理。不是那一些帮的了，他当前面一些的当了嘴巴的说的刚的变了给他们帮忙的给他们准备的落运气怎么的给他们想买家了了你起码想想我告诉你给他们帮忙的哦，但你其他年纪去我其他年纪没有落运气想怎么同学的这样的马桶我这样好棒啊，真是人家的儿子。这几年这个季节到了送我的呢，你那个朋友能够送给我的，我就开始得过了的。别提到了亲笔记的这个让给你大腿巴的三级他们就让给人身体就把这个身体他们一直搞定他们亲给我的就把那个朋友们亲给我上。你这个土地的一切的吧，他从哈江这边就不得了去，这啥子我们身体上的这玩意儿，你这不吃力了，这里留不得吧？这里没在那个超大土毛骨头，他们去让给来的那半平方那么多，这里土地的，这不用我说到了那样，做成结交不了的，这个最重要。那他们就把这带上了，再不出来了，就留不带吧的。别让党用一些什么带吧的，让你啥了带上了。就是这里的那个贫困的人交不了的，贫穷的人，让个省的啥学生，进了进了，哦，省的一人拿个省的那十年过的，那放个省人嘛的，六七八的，我不知道我的。因为那时候他上学去了，他沙滩上去吃饭了多，沙滩上面扎扎的死，东这块就让他的光呐，你一那样的呢，破镜阶级呢，今年出来的，摸镜阶级的，这边恐怕人是真的把下游不了的，这个是真大量，到那时候就把这上学去不了，受不了死，你跌倒了了，你人上去啥子咱痛都不了的。这个你这里马卡都穿帮了，那什么，你就给买东西啊？这时候这里两个，便宜我的，他便宜我的，这了不管用了。你啥帮我看看他们这个，这个中国药的，这八十年的东西，这大陆人中国药的。再来，我们对于我们刚刚提到对于本尊的大慈爱要有信解心。再来呢，对于本尊的遍知的智慧要有清净的信心。这样的清净信心，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比方说过去八关斋戒的传承祖师吉祥比丘尼，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专修大悲观音的法门，到了第十二年才真正的见到大悲观音。当他一见到大悲观音的身像的时候，他就跟观音抱怨，他说你叫做大悲观音，可是我看你一点悲心都没有，我修了你十二年到今天才见到。这时候呢，大悲观音就跟他讲说，不是我没有悲心，是你何时能够真正提起对我的信心，对我的何时提起真正的正念，何时具足圆满的信心，就能够见到。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事情，我的悲心恒时在那边，但是你何时能够建立起如此的信心跟正念，才能够见得到的。这个公案相信也在座有许多人都曾经听过，所以我们应该要对于诸佛菩萨
本尊他们内心所拥有的片执的功德，本来的智慧要有清净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晓得佛陀具足智、悲、力三种功德，我们分别的要对这些三种功德产生三种信心，对于他们的片执的功德要有清净的信心，对于他们的大悲的功德，也就是如同我们的最亲密的朋友一般的对众生的慈爱心，要产生信解心，如此一来才能够得到本尊的加持。再来呢是他们事业威德力的功德，对于他们的威德力的功德呢，我们要有虔诚的信心，这样子的虔诚信心呢，就了解说原来我们跟本尊的心都是一样的，跟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形态不同，那是因为过去无数劫以来，在生生世世当中，我们各自的造的业，我们业力的显现，所以有了生命形态的不同。除此之外，我们的心的本性仍然是同于本尊的自性，这个就是对于本尊的事业能够产生真正的信解，产生真正的虔诚的信心。当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真正升起对本尊的心的功德，对他的悲智力的三方面的功德的体认跟确知的话，就会晓得说，哦，原来我的心就是本尊的心，你会产生这样子的了悟，你就会觉得说，哦，本尊跟我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是没有分别的。你真正体悟到自己跟本尊的心是完全无分别、完全相同的时候，由于你的悲心，你就能够现起观世音菩萨，由男性就现起观世音菩萨，由于你的悲心，女性就现起至尊度母，这个就叫做清净相，这个就叫做清净观。因为真正究竟的本尊，它实际上就是慈悲心的自相，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的自相。如果你真正通达了无二智的话，在本尊跟自己无有分别的境界当中，与世俗相对的世界里面，你就能够真正的以悲心去饶益其他众生，别人也会与你和睦相处。다나 라범이 삼지 로바사르라 삼지 저하트가 중체슈지 가메지나 미지지 도마 무모도 도쿄요 다깐도 도쿄요 왜 다라로 때문에 다가오네 직진보다 미나지 상부요에 지짜와는 말이 사례 이시지기 이효에 사 이시바 자와 삼지 이시롱도 찍지 你是没被洗澡的这里搞洗完了上午了这里算不是要三亚方搞的这样到他第二天想看红浪的到那第二天这当中嘛差多变成谁要加的这些的第二天红浪的东西这个人多大哈不就是长没把人家乱七八糟的说就把人家呢出个龙有没有的这你是没被洗的别人讲座节目吃了吃了有嘛吃了那么难的别人浪费别人讲什么上去用不用的我问吃了嘛也把这到了去了但是啥这个是啥成绩你没有这嘛就研究把这个说法当第三句跟进了研究把这个出发回来研究把第三句跟进上去出发回来怎么就把这个这过长忙了送就把出就把你上哈佛那样得到那这样子了那那他们这些人就把这些低化的差了这当然没有用过就没那看看这状况真就基本上差用过有人这样那你心情低这把看了就不用说说可以大金鱼这些让路跑不住当年这就中国的别的那从来也不查过上帝咋把那个咱们出来就把查给我了妈的这上面的那个从中国的这些这样的人来的老人这么说哦身体他们上去通过去超人们都是留下去了这里得了点让这个人我真的拿给他平时这里对马路对是吧他们去一些人的经历经历的发挥的这个就不见说完这个道理现在刚才有了他也没有了身体上就三级好吗通过这个说完这个话这个人你变种我也比中国有人
在本尊禅修方面，初学者通常都有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毛病，就是来